清塘澳的道祖庙的主任委员。清塘澳今天的绕境是从民国65年以后第一次很圆满的绕境，玩场地很大，视野很好，希望大家各位乡亲来参加参。新闻稿，直接把新闻对啊。我们不在于多与少，我们最主要代表的是一个传承，上一代和下一代的未来。